我会反应的慢一点，因为不要给你这么快。可以用文东造个句子吗？文东王金十年望文东。可以说一个文东的道地美食吗？豆腐煲。喜欢别人叫你 Dato Sri 还是廖仲来？廖仲来。如果你不从政的话，你会想做什么？我是过去想做医生，我的内科医生呀。那你觉得马华里面谁最帅？好多，太多了，很多人都很帅的，这个由别人来评了。你有想过要换一个更时髦的发型吗？没有，都是这样一路来，从年轻到现在。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发型好看吗？我认为是符合我这个老人家。是姜还是老的辣？下一句是什么？吃盐比吃米多。OK， 说好，想对文东人说什么东西？支持文东发展，成为卫星师。你觉得文东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我会回报文东的人民，他们的支持，我非常感动，以一生来回报他们。